电源线与自动焊接机相连。电源线上三星航空插头接车体上三星航空插座并固紧。自动焊接机与送司机相连。电源线上小的两星航空插头接车体上两星航空插座。焊枪上原两星插头拔下。另一端大的两星航空插头接送司机上两星插座并固紧。电源线三孔插头接220伏交流电源。调整焊枪位置和焊接角度，将自动焊接机放在工件上，加上焊枪。通过十字调节部件调整焊枪的前后和上下位置。以摆动并行走模式为例，按下启动按钮引弧后，自动焊接机从左侧摆动并焊接。当焊枪摆至中间位置时，行走电机启动，自动焊接机做直线焊接。根据实际焊接需要，调节送司机上的电流和电压，以达到最佳焊接效果。当键位开关触碰工件时，自动焊接机停止行走，只做摆动焊接。焊接完成后，摆动器自动复位。停止焊接后，将焊枪控制开关调整为非焊接状态，关闭电源，整个焊接操作完成。